哇哦，今天呢，身着了星宇航空的空服员的制服登场哦。哇，这个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画面，帮我们拿一支麦克风好不好？来，帮我们拿一支麦克风。我们马上呢，让 Passion Sisters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先来让大家定卡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先定卡拍一下，这个空服员的感觉先来一下。好，这个姿势要对，姿势要对哈、哦。是有偷垫脚吗、哦、？OK， 好。好、哦，这边是右脚出来，这边是左脚出来，好，这样感觉好。我们先来让大家捕捉一下这个画面，先看向正前方的球迷朋友，好了，正前方，好，正前方都捕捉到了吗？接下来是左手边的球迷朋友，看一下我们的镜头，再给大家两秒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球迷朋友，右手边，好，右手边，好。都有捕捉到吗？再给大家两秒钟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接下来呢，马上先让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了，先来跟我们的球迷朋友打个，还是这边传？哎、欸，还有声音吗？可以吗，学姐？还可以哈。我们听一下这个感冒的声音。没关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君。还好啦，没有很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蒂，我来啦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小迪，请小迪。Yeah. 大家好，我是夏雷。Yea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婷。He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。Hey. 但到底有几个感冒？哦，三个是。我们应该玩让大家猜谁感冒这样子哈。那今天呢是身着这个星宇航空的这个制服登场，有没有？应该都是第一次穿这样的，有人以前有穿过吗？没有。都没有穿过，第一次的体验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穿上这身空服员的制服有什么感觉，好不好？来，先从、啊，好，你就拿着，那就从你开始好了。好，我先来分享好了。因为呢，其实空姐也是我其中一个想当的职业，所以这次有机会可以穿到空服员的制服，就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有一种多了气质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也觉得其实这个制服啊，它有修饰身材的作用，所以穿上之后觉得自己啊、哦、身材好像变好了，也算是圆一个小时候的梦这种感觉。因为没错，感觉小女生应该对当空服员都有这种遐想，都有想过的举手，有吗？有，这边有想过，这边都有想过。好，夏蕾没有想过，哎，你还有声音哈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穿上去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没了。OK， 你不要再多说了。下一位，谢谢，一听来一下。因为身高不够高，所以从来没想过说。原来是空姐，很早就被挡在门外了，这样子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今天体验到一日空姐，觉得很开心。OK，、嗯、难得的机会了，换 Wendy。我其实蛮想当空服员的，也是因为身高不够高，但是英语水准应该是 OK 了。OK， 有机会可以再努力一下。真的蛮漂亮。接下来这个凯蒂来，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凯蒂了，因为穿上空服员之后，感觉动作，对，因为他限制了我很多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会保持这种气质啊，用咖啡还是要尝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很棒，就是我觉得这身衣服就会让你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感觉，很有气质的感觉，很喜欢。一日限定，今天是这种路线的，是 OK。等一下应援的时候就换掉就正常，对，好。接下来青青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小时候确实，不好意思、喔，大家稍等一下。小时候确实有就是这个梦想，但是就在刚刚换上以后，我发现我的衣服过长，看来是不太适合这个职业。这个职业果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在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让你们来看一下正牌的空服员，好不好？正牌的，我们今天有找到星宇航空的空服员一起来，那等一下就。跟六位一起来合影，我们中间稍微先让出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来欢迎星宇航空的空服员登场，欢迎！哇哦，今天呢，两位帅的、美的都来了，而且发型很厉害，而且气质一出场，好像跟大家就赶快装一下，赶快装一下，哎，赶快装一下，赶快装一下，姿势也可以学一下，好，姿势也可以学一下，这个非常厉害。来，我们来捕捉一下这个难得的画面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？跟大家一起来合影，我们星宇航空也推派出了空服员的代表，我们先看向正面的镜头来跟大家一起合影，正面哦，先看一下我们正面。好，君君，我们等一下大概还要再拍一分钟，你要确定你的踮脚的体力还行哦。
好，正面都有捕捉到了吗？再给大家两秒钟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球迷朋友，左手边。好，稍微站出来一点 ，OK。欸，他们不管换到哪一个面向，那个端庄就是的样子都在，太厉害了！来，左手边的球迷朋友，最后两秒钟哦，捕捉一下画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向右手边的球迷朋友。好，再捕捉一下画面，给大家两秒钟的时间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？今天难得两位这个空服员来了，我们要来挑战一个小游戏哦。那空服员平常感觉就是会有很多的，就是这个乘客会提出他的需求嘛。那要赶快传到后面去，然后把正确的服务送上位置，我觉得是蛮有挑战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好了，我有点这样压力有点大，我也要垫一下，因为他好像也很高，我垫一下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挑战这个传话的游戏哈。那 PS。